像最近的所读亲好朋友早安快乐啊，咱讲伫线顶啦吼，啊就是讲有咧听频率啦吼，伫咱新闻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了播出啊，咱讲人生的时间到呢啊，咱大家呐听了有兴趣有趣味啦吼，就加减练啦吼，有需要服务免客气，慈天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。我关切多亲，咱加控我感恩啊！咱刘师姐吼，我们点播一个罗状元，那么上我咱啊，咱代理啦吼，代理叶雅慧师姐天天嘛咧点播啦吼，啊，咱的多亲呢共同做来分享罗状元控西瓜。烦恼须念佛，只有因缘不嫌人。诸事随时若流水，此怀无日不春风。一片白云横谷口，几多归鸟惊迷巢。浮生若只是竟从梦里过，谁人肯相识千秋？没有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心之取时能受益，是非经过不知难。静坐常思自己过，闲谈莫论他人非。又是几年前生佛，无事闲看书卷记，里面生出成年少，痴情淡出到情浓。本是繁星转，是为何入道未尝？只是少时烦恼少，世人多处是非多。富贵百年难保守，轮回六道已循环。劝君早般修行路，已是人生万劫难。世间最大为生死，世间四大为生死啊吼啊，这是咱的罗状元青西瓜来对的吼，每一句啊吼，拢是咧甲恁拍醒啊吼。人呢有听灵性就会叮当啦吼，啊灵性来叮当，咱就会体会，啊那体会咱就会感受，感受了咱就会感觉讲有理啦吼，这理气是为安尼来的，啊所以呢吼，咱讲情感、情感，人呢拢是感动啦吼，感应，拢一个
心思吼、哦、啊，因为你去感触到什么代志，迄、那个代志伫你的心肝底，最深处的痛处啊，所以有时咱会讲啊，因为看到什么人，你去想到你较早，啊，你看到啥，啊，你去想到你当时安怎，啊，这就叫做触景啊吼。但是咱人吼、哦，要会当讲吼。啊，什么代志拢不留痕迹哦，无那么简单的，无遐尼简单。那么，肉观无生法，以生法得离啦。讲肉观无违法呢，以有为得离啦。哦，这呢就是咧讲，迄人讲这个机，啊，咱人边啊讲伫这个世间内底，哦，咱做拄到的，啊，伫你内心深处内底面，你还留有痕迹，不管是痛、快乐，或者是讲。过去怀念也是种种，啊，你拢总呢，还阁记掉呢，啊，咱要安怎会当讲肉观无生法，以生法得离，就是讲不留这个痕迹啊，都讲过啊就好啊，卖甲记掉掉。无生法就是讲无违法的，是得这个啥？无生法甲无违法是得这个智慧断烦恼的依据。啊，既然要得智慧，要断烦恼，伊一定有一个依据。做无生法甲无生，吼、哦，咱讲，咱定来讲无生法甲这个生法的相对，啊，无为法甲有为法嘛是相对，吼、哦，咱明白讲哦，这个机遇人安尼的唱相啦吼，咱要先了解这个名词或者名词，什么叫做生法？就是讲人生呢，起种种烦恼执着心，吼、哦，咱有这个分别心、生灭的心。真念灭，后念生呢？哦，啊，真念隔灭呢，啊，后念又个生出来啊！啊，心有所生呢，吼、哦，咱讲心有所生，吼、哦，心有所灭，这叫做生灭法，嘛叫做生法。啊，咱平常时来讲，啊，咱无多感觉生灭法。如果安静落来体会心念的活动，你静下来的时候，你会体会你的心念，它是在活动，非常频繁哦。好、哦，咱就会知影讲吼，起念灭的心理状态，为什么咱要称为叫做生灭法呢？就讲啊，前一念想到的某某人的恩德，下一念又搁想到吼、哦，什么人对你有恩，但是嘛，曾经使你真难堪，啊，就是你讲好歹掺杂做伙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好歹掺杂做伙，就前念后念，啊，如此前一念他是好人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老好人呢划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念，他念的形象，哎，这就是一个啥？就讲，较早对我好，阿妈不对我歹过，吼、哦，啊，对我好的时阵是安怎好，啊，对我无情薄情的时阵，对我歹的时阵，又果是安怎歹？这就是咧讲吼，人呢，在这个吼、哦、生灭法内底，生生念念呐，这个念，所以咱讲无生法的艺术有名叫做无生法印，嘛是专门用个用在讲。要怎来断除这个烦恼？菩萨跟阿罗汉呢，断尽了自私自利的心理行为，便是断除了执着、分别、吼、哦、各种的烦恼，啊叫做无生法忍。啊，所以无心法忍，这个的确吼、哦，我们要肯定明了，无疑可靠，实际如此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讲智慧的功能呢，有这个烦恼的心理啊，现象叫做生法。到烦恼呢？困扰心理功能叫做无生法，一个生，一个无生啦，吼、哦，一个生法，啊，一个无生法，吼、哦，一旦悟得无生法忍的人啦，吼、哦，同款呢，伊心里有这个现象，但是对世间的事甲物反应呢，伊个会较透彻，佫较明朗，啊，但是呢，态度会较客观，甚至于呢，超越主观与客观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呢。自我的立场呢，好歹是非得失哦，等等这所谓分别心呐，代志该安怎处理？咱来恰如其分呐，吼、哦、啊，去甲处理。心中呢，卖老过就好啊，过就好。你唔能够甲老咧，你还搁老咧留老咧念哦。吼、哦，咱留一挂记忆，吼、哦、啊，留一挂情感上的执着心，会咁好。啊，咱的道亲，如果你若定定，你留一挂情感上的，哎，这种吼执着心呢吼，啊，定定留，定定留，啊，不过啊留一届，久久啊留一届，安尼对咱较有好处，
没有什么好处。所以讲吼，咱来讲啊，咱听咧讲有为的讲法啦，吼，有为讲的也是人心现象啦。其实咱咧讲，人讲有为，就是咧讲人心的现象。但是咱只讲人有气度无有，啊，咱人有姿态无有，啊，人有计较无嘛有，有得失心理的活动无有啊。反正你是人，你有气度心无有，你会姿态无会啊，吼，啊，你拄到代志会计较无会啊。啊，有咱做对视的心理活动嘛，嘛会啊，就是人呐、啊，啊，就是人啊。通例如啦，咱希望得到什么，哈、哦？啊，咱如果讲吼、哦，你希望得到什么，就是企图嘛，哈、哦？啊，你有期待不？有啊。啊，所以咱吼、哦、得到上不满足的吼、哦，啊，咱的盼望计划，吼、哦，个计划，搁再搁会当搁得到搁较济，通常讲啦。哦、人当有所为，有所不为啦。似乎有所为是有为啦，所以有所不为是无为。其实这两者拢是有为法，因为是心所寄的，因为他心所期待，心有所寄，就寄望嘛，寄望啊。好、哦，就是心有寄望，心有寄托啦吼、哦。啊，咱啊，如果讲人呢，常咧讲啊要安怎叫做有为啊那个无为要安怎？无为是咧指啥？离开了有为的心理状态，无为就是假的对，啊假的讲，只讲离开了这个有为的心理状态，好嘛？就是讲啊，超越了我，就是超越了我人是非，好、哦、利害得失、自我立场的价值观，啊这自我立场的价值观，好、哦、跟人相处的时阵。哦、咱啊，如果讲吼、哦，咱知影讲要面对代志的时阵，只有智慧的功能提出来，也就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心胸北荡。吼、哦，你那是有，你那有这个，你那有这种自卑的行为啊！你面对代志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的智慧功能就走出来哦。啊，智慧的功能走出来，就跟一般人不同款的北荡跟心胸。为什么？你会觉得说啊，吃亏也就是占便宜啦，反正。哦，人呢，唔免想计较，一旦过就好啊，一旦圆满就好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叫你若有起自卑的行为走出来，你面对代志的时阵，啊，咱常来讲，咱学要学智慧，学智慧，啊，智慧这时阵走出来，啊，智慧这时阵啊走出来，这时阵功能就是，哎、欸，啊，咱咧学有差哦，嘿，有差嘞，有听也有差。嗯，上无即卖我即个了解，这个智慧走出来的时阵，我咧处理代志吼，哎、欸，加处理个真圆满，哎、欸，这个都路用啊。这就是功能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讲咱呢，不一定讲吼，人呐、啊、吼，大家拢总是，自细人都是好人，自细人都是好人，自细人都是善良的人。有的人是吼，头前面无好，后边面变好，好啊，有的人头前面真好，后边面才变歹，这就是叫人的人生的起起落落的一个心念。迄、那个心念的头前念甲后边念。吼、哦，你若无相应相熟，拢是好的。当然，咱人就会变，会变来变去啦。所以人讲吼，有为无一定讲吼，拢是唔好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有为的心呢，也有咱知影讲好歹、道孝善恶、公私上下、苦乐等等的心理反应。虽然呢不得解脱，但是能够生活下去，若能从有进步成为无为，啊、哦，咱就会当体验到啊，自在体验。体验解脱的心境，哦，咱都会讲，等个哎，有到那种程度，你就无牵无挂，无拘无束，吼、哦，人生活就活泼啦，吼、哦，咱人生活真系袂活泼，啊，都心肝底白条的，要笑啊笑袂出来，啊，准笑嘛苦笑，啊，那就是因为你还有很多事压在你的心头上，啊，这样代志那像我希望阿袂解决呢，啊，今物我其他代志嘛阿袂来呢。哦啊、我想要创啥哦，也未实现呢。啊，我嘛也未实现的时阵呢，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？所以咱人哦，纵然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咱常咧讲吼，你能随时放下，随时放下。咱常讲能随时放下，随处放下。吼、哦，但是呢，有时阵呢，咱常讲吼，实无一众生。吼、哦，会当对这个众生言，他咧讲度了众生，对他而言呐、啊，吼、哦，那个度与未度都是一样的无有增减呐、
就是咱度咱家己啦。咱来讲度咱内内心的众生，咱一念起来，一念一念灭，一念起来一念灭，啊，都念念相续。迄个时阵呢，啊，烦恼都不间断啦，啊，自己干唔到唉声叹气，就不知道怎么样过日子啊！吼，所以咱常讲，咱是要弘度，还是咱要度咱家己？咱来看咱家己，你有宏大的胸怀吗？啊，是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？啊，总可以学习呀、啊，好、哦、学习吧。哦，啊，咱每想呢，大刚呢，直接讲一篇啊，一篇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讲给大家听啊。啊，其实最大利益的人就是我，上无啦，吼、哦。我会把它读过了，啊，读过了，从我的嘴讲出来，然后从我的心通过去，这个就有一股电流。啊，听了后，哎，事实，咱能做会到无？做未到，会使讲啊，做未到，咱就规麦听，还是做未到，我规麦学。哎，咱豆豆啊，学一挂，学一挂，学一挂。哎，总有一天呢，你想通啊吼，哎，你就会把你的胸怀撑大了。迄个时阵哦。您也会想要学习，哎，可以哦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哈、哦、问题我能解决的，所以我等下咧讲吼，咱唔是咧教别人啦吼，啊是咧教家己，唔是咧度别人，是咧度咱家己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今日所讲的这個，嘛是分享哦，咱的师兄师姐吼、哦，你真的有听了啊？你觉得说今天啊？会听到这段，啊，你感觉讲，有理啦，吼，有理。那么呢，咱就加减啊，吼，往前呐，吼，稍加思考一下，是要提烦恼来压低咱家己，和咱家己心灵阻碍，吼，和咱家己感觉规工拢袂快乐、郁卒，啊是吼，咱要敞开心房，吼，真的用宏大的胸怀去面对每一件事，因为话吼。啊，避免这样代志的发生有大有小啦。但是看你用什么心量，你呐接受什么代志，嘛真紧都会平静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
底真轻快啊，吼，一个好听的新歌，抗炸修行啊，吼。啊，咱讲这个节目呢，啊，就是咧讲道人生的节目啦，吼。啊，既然是讲道人生的讲节目呢，无非就是讲神啦、讲骨啦、讲命啦、讲运啦，吼。啊，就是什么拢讲。虽然毕竟讲呢，咱的宗旨是咧婚姻观大悲乡三吉川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，咱的宗旨听起来就知讲啊，这就是砖卡，但是呢，砖卡道场宽。吼、哦、啊，内底咧吼真舒服啦吼、哦。啊，虽然咧吼，咱不是像都市安尼啦吼，讲哇人真济安尼，真甲密吼、哦。咱这是吼、哦、啊，咱讲清凉的道场。好、哦，咱咧有想要学吼、哦、啊来呢吼、哦、啊一点咧豆豆啊拜吼、哦、去哩啊倒落来啊，咱去外口甲洗一点啊，安尼到咱的金蝉寺宫遐啊，甲洗过咱的五皇大帝啊，为这个吼、哦、啊，咱的这个。七千九，安尼倒过来，安尼多好一个局啦！好，为咱讲大殿一楼、二楼、三楼，来到这个圆通殿。圆通殿呢，就圆通自在天尊，就是咱的观世音菩萨。那拜拜呢，吼，啊，咱就甲为这个五爷将军、甲金蝉寺公遐、甲五皇大帝一个所在，然后甲过这个七千九过来，啊，就叫伊讲吼，啊，叫做讲，虽然必须讲整个迄个宫，那么迄个。宫局安尼多行一连，哦，咱遐就客源台，哦，安尼个行过来，哦，啊，就两地啦，两地顶管遐就是客源台，个行过来，啊，那入大殿，啊，恁就是叫做整个拜完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恁讲吼，恁讲一个宫呢，伊个成立，绝对唔是讲吼啊，清清菜菜，吼、哦，恁讲负债这个吼，啊，恁讲天温树德个吼，而、哦、这个所在吼。啊，就是讲有咱这个玉帝吼啊所点的啊，这个钦点的这个所在，就是咱六方天将寺庙所念这个玉旨吼，伫遮呢来开来施奉，然后来祭祀。那施奉祭祀呢，吼、哦、有讲啊，什么哦，咱有一挂问题吼、哦、啊，问题啊，咱讲上升的问题太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惊着、错着、煞着，嘛是问题，大事小事拢是问题。但是咱讲有一个依靠的所在，精神依靠的所在，搁一样就是讲，啊，咱有这个固定吼、哦，这个科技吼、哦，啊，伫咧做吼、哦，这众生工课，啊，这嘛是等于安怎？啊，等于讲有一个所在，吼，咱讲有一路透啦，啊，都有一项工课，啊，需要安怎甲圆满，咱就甲圆满，这温度豆豆呢，会来改善。啊，对啦，啊，咱的书记吼，伊讲吼，迄早囡仔吼，啊，未嫁啊吼，啊。真济岁啊，还袂嫁，啊，就去甲看一个命啦吼。啊，迄看命的吼，甲伊讲，这查某囡仔命有带这个啥官卦？伊讲官卦这两字毋捌呢。官卦，官夫咱讲官夫嘛吼，就是咧讲官卦，查甫呐带官卦，还是查某带官卦？吼，这呢咱就尽量安怎，唔免一直勉强讲哦，一定爱去结婚呐，吼。啊，一定爱结婚啦！有个人吼、哦、戴冠冠，咱尽量吼、哦、啊，都无结婚嘛，无要紧。吼、哦，先来讲冠冠的意思是啥？哟，阿梅上次这样，你来准讲红看命，哎、啊，看命，哎、那個，先生甲咱讲，这囡仔有戴冠冠呢。吼、哦，查甫若戴冠冠嘛唔好，查某戴冠冠嘛唔好，为什么？安、啊、怎叫做唔好？冠卦，咱讲冠夫的意思就是咧讲冠卦，吼、哦。就是讲老啦，身躯边吼，啊，若讲查某的，那拄啊好吼，啊，就一半。人讲双人枕头，孤人困，叫做冠冠。就是咱咧讲的吼，有个人孤独吼，嘛算是啦。冠去寡，寡人的寡。冠就是咧讲吼，吼咱讲冠夫冠寡，这个、意思。或是讲有个人食老，无住无食，吼，这嘛算冠。就是咱讲孤独的艺术，吼、哦，孤独的艺术啦吼。啊，那幼年还是老年的时期，有个人幼年的时阵哦，这个囡仔带冠冠，吼、哦，有个人嘛讲对爸母，吼、哦，啊，有的讲阿兄弟姊妹，吼、哦，伊就本身呢，较无迄个缘，啊，所以阿伯吼结婚，吼、哦，咱讲世间人讲结离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吼、哦，有个人结婚了后，吼、哦，啊，拄着吼带冠冠，伊就变会较孤单。
吼、哦，啊，若带官官的人就是讲哦，你若正经嫁人，啊，你也嫁一个讲，啊，都拢定咧出国的，啊，就讲伫咧外口，吼、哦，翁仔某久久来见一改面呢，那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官官呢会较轻啦。啊，那如果讲逐工连做伙，吼、哦，都较无好。官官的意思就讲切下康熙，过来就是讲吼、哦，啊，咱呢家己本身呢较孤单，较无伴，吼、哦，孤独的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孤独的意思。啊、所以咱听讲吼，咱今日因吼，那有诶讲啊，都唔知影，都唔知啊吼，啊就嫁就嫁啊，吼啊那嫁啊，吼啊咱若拄着官官，还是讲拄着咱都吼夫妻，吼啊都好好啊，但是都无囝事，吼啊都官就是食老，无囡啊伫咱诶膝下，吼无这儿孙满堂，吼啊缺乏，吼这就叫官官意思。啊，讲咱即马咧吼。咱即马时下医学科技咧吼，吼咱会讲真文明啦。有个人讲哦，啊欠囝一直求，一直求，一直求，一直求啥？有个人哦，真正伊都无囝命，一直对人家求。吼、哦，那个用做试管婴儿啦，吼、哦，机台机械的当降临啦，吼、哦，用尽所有的这个办法，咱拢希望啊，要改变这个命运。吼、哦，一旦改变无会啊，啊，即马就是用啥？就用咱科技啊，吼、哦，无嘛要甲硬甲做甲有，吼、哦。但咱就是迄种，咱有个人吼、哦，真正带高官啊来加做淡薄仔好事，吼、哦。带你啊，咱来带官官，就是过去累世，绝对呢是有做一寡吼，咱讲因果的问题。即世人呢，对我伫四条内底都啊到都好带着过官官，哦，啊带着官官的意思。吼、哦，那如果讲哦，翁早走，某早走，或者就是讲哦，啊，咱无囝事，无囡仔是谁？吼、哦，这就叫做吼，这个吼孤寡的意思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咪讲，我、啊、听到咱就去个想足济啊。吼、哦，其实人的运要安怎去改？第一个是由心静，过来就是讲多做一挂好事。吼、哦，啊，因果加减啊了缘，做因果会当了缘，加减了缘，安尼呢吼。哦安尼，咱才袂讲吼啊，因为吼、哦、啊，咱都有这个观看这两字，咱就感觉讲吼，有个人宿命大掉吼、哦、啊，咱干脆有个人讲啊，我规日带观看，就规日出街就好啊，吼、哦、啊是讲啊，我规日来庙寺修行就好啊，吼、哦、我就规日来创啥就好啊，会使无？会啊，因为咱既然无欠人个债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咱无欠人个债，咱就无要紧。啊，咱就家己一个人嘛，足好过日个啊！来修行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是讲来创啥？吼、哦，这嘛是同款会当过日子。啊，这命中呐注定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咱要安怎去甲改变宿命，要去甲改变，就多做好事啦，吼、哦。像人咧讲啊，这个囡仔，吼、哦、啊，带去带着这个啥青楼能语，吼、哦、宿世有这个命格，吼、哦、啊，这个查某囡啊，也是讲这个后生。哦，有时阵呢，即嘛，咱即嘛，现在有一挂少年人，查甫的，啊，听要甲变做查某的，查甫条要甲变做查某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查某的，伊个无爱穿裙，啊嘛无爱化妆，啊嘛无爱电头毛，伊嘛去头毛去甲剃剃咧，伊嘛要甲当作那查甫的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即嘛呢，就变成讲吼、哦，咱即嘛这个社会呢，吼、哦，差不多你看到讲。嗯，啊，咱即马查甫囡仔，他也要甲变做查某囡仔，啊，就查甫啊，当五尺以上的查甫囝，为什么要甲变做查某的？变性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查某的查某囡仔都安尼吼，啊，就是查某囡仔都爱有查某囡仔款，伊嘛是甘愿要甲做查甫的吼、哦，较有个来讲较中性，啊，这就是命甲咱的性会有关系哦，吼、哦，咱人的命格甲性有关系，出事吼，伊无爱穿裙就是无爱穿裙。吼、哦，你叫伊讲抹粉啦，还是讲吼、哦、来吼、哦、来电头毛啦，创啥？你甲拖袂去，自细汉你都拢唔啊。啊，这个性就带骨啦，啊，性带骨就是这个性甲伊个命格都有真大个关系啊。啊，伊甲伊个命格就是这个型个。啊，咱即马这个社会，佫有惊着啥？你讲啊，讲吼、哦、同性啦，吼、哦，咱讲同性，佫惊着同性呢，大家咧做伙吼、哦，同性恋。哦，即马这个同性恋，那么外国，吼、哦，已经呢吼，要讲起来，一直要希望讲吼，同性恋会当有婚姻啦，吼、哦，同性恋会当做伙生活，同性恋会当创啥，
吼、哦，咱台湾迄阵啊嘛是压一针嘛吼，压、哦、看讲同性恋会当通过无安尼，啊拜吼，我那会当注册，吼、哦，我那成为一个家庭。啊，咱讲吼，颠鸾倒凤啦吼，啊，这就是咧讲，这跟咱的运跟命，吼、哦，是咱家己的四条路途，会去触动到咱家己的本命，符合到咱家己的环境，过去符合到咱家己的命格。啊，就伊就怎啊呢？入了这个命格哦，伊内底面，那咱听讲，这个方格跳不出去啦，因为这跳入来这个命格内底，伊照伊的命格咧行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讲戴冠冠也无要紧啦吼，啊，是讲你戴有啥物款的命格，只要咱人呢，吼、哦，知影讲要安怎去修心，安怎来生活，这个生活上呢，对你来讲，你无去牵涉到别人。你嘛无去吼、哦，去牵涉到吼、哦、人的家庭，也是讲你无去做到吼、哦，咱讲再第二界去伤害到你家己的代志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人都是有尊严的，每一条灵性来世间拢是有尊严的，不管你是啥物款的命格，都是有尊严的，拢是无你们好灵啊囝，拢是来世间呢，吼、哦，要来了愿呢。哦、不管讲今仔日呢吼，咱的肢体啦吼、哦，啊，机体啦吼、哦，有对搭咧无拄好啦吼、哦，还是较早因为吼、哦、是大人啦吼、哦，啊，顾无好啦，还是讲因为吼、哦，咱什么款命格，技术咱什么款的身躯啦吼、哦，像你的网络你个看，人无手的，伊嘛是同款，生活较足好势，无脚伊也生活较足好势，为什么？人甘受啦，甘愿受。哦，啊，人伊就自然会奋发图强。我无这项物件，上天无给我这项物件，我就阁用另外一项来代替。像你看亚索提琴哦，啲亚索提琴哦，伊是用机械的这个手啊，用迄、那个用物件倒起来迄种的，吼、哦，好你看会到一支一支的梯啊。伊安尼，伊干那当倒手呢，也正手无呢。伊咧亚索提琴呢，无比人个正常的下了较歹听。为什么？人有志气啊！这条生命是那么坚强，那么坚韧，而且呢，他不输给别人。为什么？你讲我要甲磨，我就偏偏呢振作给你看。吼、哦，安尼讲，我家己的命哦，要安那甲我磨，吼、哦，我嘛同款呢，哦，我不服输呢，我不服输啊，我嘛是同款呢，要甲正常人同款，我也是活得有尊严。我嘛活到真有尊严，我嘛是同款的，要做甲甲人同款，甲咱恁这正常诶，吼、哦，拢总同款。我嘛无输任何人。啊，你甲想，咱人定胜天呢，所以这个命来讲哦，伊是一个壳壳啊，一个框框。你有法度超越跳过去，那个命就束缚不了你啦。这个命就束缚你袂掉。吼、哦，啊！你若讲你甘受要吼，伫、哦、这个命内底面要白了咧，那就是你无想要改变，无想要去突破啊！你都无想要去达跳过，那么呢，咱就受命运控制啊！你讲是不是呢？啊，所以讲阿桑啊，吼、哦、啊，看到什么命，伊甲你配安怎？啊，这个囡仔配出来是安怎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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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拢袂要紧，咱囝豆豆教。好、哦，过来就是讲哦，应运而行啊，你啊后要改。解决问题，就是要由咱家己内心的志气，吼、哦，去甲跳过迄个壳啊，自然的吼、哦，跳出来就跳脱嘛，吼、哦，跳脱就不被束缚。我等于讲，上天关你一扇门呐、啊，他一定会开替你开一扇窗，绝对可以的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免烦恼啦，吼、哦，免烦恼遐济，吼、哦。来，咱的江师姐吼，啊，传来了吼，啊，江英秋师姐很辛苦了吼，啊，咱有真济道亲的吼，啊，去和咱江师姐，吼，啊，咱讲吼，江师姐功夫手艺真正真赞，咱做者幽静的推荐者，真正伊咧抓，吼，咧抓经络啊，尤其是吼，啊，咱这有带领家的吼，去互伊抓，大家都学落了吼，他真的功夫了得了吼。啊，咱江师姐要点的《无尽老母心疼泪连连》。
珠将分开，人伴你今嘛说收听这段无极罗庙心痛泪连连，那讲罗无稳定，罗无慈悲啊吼，所以咱讲人呢啊修学啦，吼讲望日早日定住旁木在沉沦含幻香啦，讲龙华富贵要将换，无惊。欢迎岁月长，真心学道热心班，无惊人心体会参，快快跟随幸福欢，万物再由未定堪。主跳银会天地人，抗逆心中准得人，不在心中名利中，星空树空亦可怜啊。逆若沉迷不思乡，倒自娘亲泪连连。所以咱母娘甲咱讲吼，母娘呢盼望咱呢离路早回头啦，不再贪迷困沙婆，都为娘心来体会啦，速修回乡莫丢地。
时日不早，莫决定，劝我儿女快修身。早觉回向见老母，自主要修我本性，免得轮回再转生。到时痛苦叫袂停，爱我尽力速速修，修至本性真圆明。所以讲修道呢，最主要吼是来吼咱定咧讲啊，要回头啦吼，救济灾灵困烦定呢，吼咱母娘呢啊，伊安尼甲咱讲讲讲，一项一项豆豆啊教，一项豆豆啊讲，豆豆啊回啦吼，好咱呢会知影讲，为什么母娘依然望穿泪满襟，劝儿修勤修，为着啥？为着咱啊，所以讲救人。救济灾灵，常常，然后咱常在圣歌有无？圣歌呢，咱常常吼，啊都又伫有咧学，啊都有咧听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常常咧讲啊，修道呢吼，不卖于外缘呐，那修道嘛不卖于显化。吼啊，修道的人嘛不贪求富享乐啦吼。噶既然咱若要修啊，咱就不标新立异啦。吼啊，咱。唔只是讲哦，咱心身呢爱清白哦，咱爱人力归真呐，咱爱忍辱精进，爱人如己啦。哦，这是吼、哦、咱定哦在讲的一挂吼话哦。啊，咱有在学，啊，就加减听，啊，咱加减听呢吼，啊，咱就会啥，咱就加减啊了解，加减啊捌啦吼。所以吼、哦，咱定讲欲界之中呐，道魔相混杂啦。先来讲欲界之中，道甲魔会定定掺杂做伙啦吼。啊，你所言乃是有形之战争也好啦，有形的战争乃是源于无形之心念。吼、哦，像咱人讲，吼、哦，咱若讲要去创啥，是不是要为心念定达成开始？啊，所以讲对心念达成开始，吼、哦，咱人啊讲啊，倒一国倒一国，咱人有报复心，或者讲有这个贪念，想要去侵略。要去侵略别人，是不是由心开始，由咱的欲界欲心先开始？啊、所以人讲包装的祸端呢，吼，随时有时阵呢，咱若是管理不好势呢，祸源一旦爆发，哦，导致有形之祸，好、哦、无形，好、哦、无形甲有形做一解。啊，所以咱社会讲究啥？吼、哦，讲究讲吼包善，吼、哦、贬恶了哈。为何咱人呢？哦，咱。伫咧感觉受罪的人，冇人挑工呢？为什么？伊感觉外口生活无好，啊，规矩吼，凊彩来犯一个细条的，吼、哦，啊，入来内底，吼、哦，咱讲讲偷摕一个物件咧，人讲当作贼啦，啊，贼啦人应该咧化财，伊会走啊，但是伊化财哩不爱走，为啥不爱走？伊的目的就是啥？你叫人叫警察来搞你啊，叫警察来搞你，要创啥？因我即马伫外口歹趁食，我要来讲，吼、哦。一顿过一顿呢，真正是真歹呢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讲要去引头路，有个人呢，吼、哦，唔知要引啥，啊，有个人是贫端，吼、哦，啊，贫端甘愿做这药，吼、哦，啊，到尾啊，伊想讲，啊，若要夹风夹雨，有一个所在好大，啊，就感觉上紧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凊彩互判几个月啊，判几个月，入去早时啊，有早顿啊，中昼顿，暗顿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个再个会叫咱去运动了，吼、哦，运动啊，个有厝好咱住呢。啊！你讲无自由呢，无出来啊！但是我那腹肚枵，啊，要去人偷摕，搁惊，搁惊互讲呢吼！啊，不如呢，啊，就安怎凊彩犯一下案，吼、哦！啊，即卖人入去，啊，即卖入去，所有诶关一寡小贼啊，见关袂惊，为啥会关袂惊？伊为着腹肚枵，为着三顿，伊甘愿安怎甘愿卖掉伊诶自尊呐？甘愿卖掉伊诶尊严？为虾米？伊甘愿吼，互当作贼啊！吼、哦！啊，其实呢？啊，伊就真正未过瘾，啊，未过瘾嘞，伊就是用这种方式，啊，所以感觉有关足济哈，唔是真正有心犯罪的人，是真唔是无心犯罪的人啦，是真正有一寡吼，实实在在是利用这个感觉来骗，来咧刀骗现实，利用感觉刀骗现实。你讲啊，敢有人遐戆，愿意去利用感觉来刀骗现实？啊，你若无饭通食，无厝通住，吼、哦，有路无厝的，吼、哦，伊若用这啊，咧政府甲你管顾好好呢？啊，佫有医疗所呢，吼、哦，你艰苦病痛，啊，佫会带你去予医生看呢。
哦，啊，这就是咧讲啥？人甲高不离三种的时阵吼，去做出这种吼，咱讲唔知影歹势，吼、哦、啊，甘愿伊为什么安尼？因为咱人哦，唔捌互枵，唔捌枵着的人，唔捌寒过的人，你唔知影枵死安怎？唔捌寒过的人，你唔知影寒死安怎？无厝通个大米防空壕，还是米伫个吼米伫个讲吼，即、哦、地下室啊吼，即啊人个地下都所有的即个所在，你来看伊讲安尼，遐一撮啊物件啊，伫迄个所在伫遐咧温，你就会知影讲吼，无个人真正是安尼吼啊，伊呢到尾也去想着讲吼啊，凊彩来去做一行啊吼啊，来去感觉去抽钱几个月啊，啊才阁出来。伊即个环境呢，逼伊安怎逼伊呢？哦、已经对到个甘愿用安尼来换生活，哦啊，伊这一世人的这个犯罪，这灵智呢有关系无？有啊，咱人的灵智那是，自然咱都无这种啥，无这个头壳我伫社会求生存呐。所以这灵智真重要，灵智就是咱人的智慧，咱人的心。这个灵智呢是你啊，咱人的智慧，哦，无明就走出来，哦，咱的黑暗是因为咱无头壳，无变巧。啊，这个灵智呢，无透甲无变巧的时阵，咱人就伫这个社会变成愈低层，愈落愈低层，低层到尾也就变这样。吼、哦，啊，咱讲这样，吼、哦，加咱这个吼、哦、独居老人，吼、哦，咱即马政府在照顾无有啊？即马这样加独居老人，政府拢在照顾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咱这个社会团体。哦，趁较有食的人嘛是会去管呐、啊，管的来资助啊，这老大人、这独居老人呐、啊、吼，还是讲六十五岁以上的这老大人，家己一个人尔，要起鼎落灶吼，废气，吼、哦，啊，这社会来甲集集做伙啊来住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个人，吼、哦，讲，即食一顿二十块啊，三十块去贴一个吼饭顿钱，啊，到三十块都听我食一顿八百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吼、哦，有嘛有，啊，有的人讲啊，纯粹免钱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啥？像咱即嘛，我们现在有在捐助的哈，仁安基金会，仁安基金会人很多，吼、哦，迄嘛是啥？嘛国不离三种，伫这仁安基金会内底，底下伫食饭，但是因会做的人，对底下服务，脚手好的人，就底下服务，吼、哦，底下煮食啦，底下洗菜啦，底下创啥啦吼，啊，大家呢吼，安、啊、尼你出一项，伊出一项啊出一寡吼，啊，好底下呢啊艰苦人，吼、哦，安尼大家有一顿温饱。吼、哦，啊，衫裤咱到穿袂起的，啊，都穿甲吼，啊，都哪讲个讲，啊，都穿袂起，买了较济穿袂起的，咱买当个关去，关去仁爱基金会啦吼，啊，是讲个关去华山基金会，啊，关去，好，咱啊穿会少，搁食会饱，啊，做也是很好的事啊。从做好事，吼、哦，咱讲出一个卡手嘛会使，吼、哦，啊来遐来斗三工嘛会使，吼、哦，啊，咱都唔免讲吼。啊，去用这个奥博讲吼啊，来凊彩来去做一个小贼啊，互掠关几个月，慢慢安尼。吼、哦，咱呢社会有脚有手呢，咱会当做工课，咱就去讲效劳服务啦。应该呢来换饭食嘛，拢无问题啦。吼、哦，不需要说已经贬低贬到自己贬到不能贬。人呢总是要有人品，无嘛要有淡薄仔人格，无嘛要有淡薄仔自尊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昨天毕生讲呢，啊，咱讲节目呢进行来个后壁段，咱个讲一个简单的广告了哈。昨天毕生讲说，甘蔗香片、香香款、熟茶、贡麻、小盘香、普灵灯，或者是讲吼，金加利蜂胶牙膏、活力美，还是咱吼啊，咱讲食啊，咱的这个虫草王山膏宝，吼、啊，虫草王山膏宝。哦啊，有女性专用的，女性专用的，就是咱讲，查甫人嘛有更年期呢，查甫人嘛是有更年期呢。好、哦，咱呢预防它，好、哦、不要让它好、哦、太痛苦，也不要让它。咱阿未到，咱都预防啊，咱都唔是讲要，唔是讲要安怎，咱都五行那边根。哦，咱查甫人呢，哦嘛是有啊，查甫人嘛是有啊。哦，啊咱来讲，有一挂状况，哦啊咱先预防啊，哦先预防。总是呢，吼，有食，吼，啊，你就感觉，哎，安尼咱无啥物足大伤害，嘛袂吼，像咱讲吼，皮肤上出问题啊，是讲，吼啊，有一挂问题，啊，是讲吼，三项关的问题，
啊，都有食，早食早预防，然后啊，咱早食身体会哪食，过来哪能量会哪好，身体哪健康，然后咱就上介好，唔只有他做一挂工课，那甲咱做介绍的吼，就是慈天必胜宫的香品，然后啊，加咱的虫草王山高宝，过来就是讲啊，咱的金盖绿蜂胶牙膏有洗，吼、哦，咱都拿咧过牙齿，过来就是讲哦，预防牙齿呢蛀啦，吼、哦，败啦，吼、哦。哦，啊，咱呐有抹面色会较好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总是呢，咱人呢，吼，啊，咱有通好食，吼、哦，啊嘛有通好穿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的面嘛个顾较光整呢，吼、哦，啊嘛较好看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呢是予人的印象，吼、哦，咱讲水歹无要紧啦，这是给人的一个好印象，然、哦、后，那以上这是慈天必胜宫呢，啊，给咱提供了这点钟的时间呢，吼、啊，来给咱做一个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广告到这。啊，恁若要结缘，咱直接卡电话591605，我关心的道歉，咱加05感恩。哎，不是呢，吼，啊，咱若是讲，啊，都吼、哦、七月都当啊过呢，今日八月初四呢，吼，啊，你讲啊七月哦，大家发挥拢有当来姜的啊，吼，啊，咱一挂外围的道歉，吼，啊，都有当来姜的结缘，啊，咱呢，啊，都参加这个法会，吼，啊，恁都一挂普遍。我拢一箱一箱来，甲咱整理起来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若要寄，我就甲你寄；啊，你若讲要当来载，咱就当来载，吼、哦！啊，若无，咱就偷偷啊整理，偷偷啊整理。整理即卖有真侪基金会来申请，吼、哦，就是咱讲啊，一寡需要咱去吼、哦，啊去布施的第二次布施的，咱大概捐出来这物件，嘛定第二届布施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做第二摆助笔，吼、哦，咱就会甲咱一箱一箱偷偷啊，吼、哦，甲。送去吼、哦，咱讲教养院啦吼，还是讲啊，咱讲孤儿院啦吼，一挂吼啊，仁安基金会啦，还是讲吼、哦、咱的这个啥啊，华山基金会啦，创世基金会啦吼、哦，只要有咱的给当会当去甲做一挂吼、哦、分开啦，啊，过来就低收入户、边缘户啦吼、哦，咱就甲这物件呢做第二次的慈悲啦，啊嘛感恩咱的道亲参与咱这个秋季法会所留落来吼、哦，所有赞品啦吼。哦啊，这会当食的物件，啊，咱就去甲做一个分化啦吼，功德无量啦吼。来，恁节目呢吼，拄好讲来到这，时间呢当一分钟，啊一分钟，咱来做回向了吼。愿你咱今日所讲一切功德，回向所有兄弟姊妹，世世安稳，常欢喜，消冤解业，心清净，身体健康，灾难除，家安如意，事业顺，得主合正，功名成，所求事项皆如愿，身亡超生，转安乐，法界众生得离苦。一处道缘正善因，金色慧开福遍缘。无量寿佛太上感应母娘慈悲，感恩母娘，母娘感恩。啊，咱伫遮呢赞助咱的节目，吼、哦，咱的孙兄师姐，啊，大家拢会当安尼吼，啊，身体健康啦，吼、哦，家运顺利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啊，大家呢吼，为了姻缘啦，吼，啊，来一波时然后迎啦，吼、啊，要来供的吼，咱讲拜道祖、拜母娘、拜圣庙。好、哦，啊，是讲咱有一挂吼问题，啊，要来大家来开讲破道，咱拢欢迎咱的道亲呐，光临慈天必胜宫，伫这呢，祝福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